你知道《熊出没》里的光头强到底有多低调吗？在大多数人印象中，光头强一直都是一副背心短裤人字拖的邋遢模样。然而最近有网友通过对比动画与现实发现，看似朴素的强哥身边竟然存在着众多奢侈品，随便一个小物件都是我们高攀不起的存在。可真是你笑强哥穿的土，强哥笑你250呢。要不是看到视频的最后一幕，打死我也不敢相信这货居然是个王者。在这个自由度极高的游戏中，玩家经常会驾着各种车辆表演各种逼疯牛顿的精彩杂耍。然而视频中这名中国玩家的开头实在太普通了吧，只见他开上摩托缓慢的行驶在路上，随意压弯直线竞速。然而谁能想到下一秒他竟然